卡古演的是宋楚瑜，哦，哎呦，他蔡英文，蔡英文，那这一边是张天帝，哎呦，张帝，朱立伦，蔡英文我们看成是黄天仁老师的，对，摄影师，名摄影师，名摄影师，拍张照，黄天仁不是，邱毅人呐，邱毅人，邱毅人，对呀，不是神秘的微笑，那个发胖的石内溥啊，也不是，我是蔡英文，蔡英文，宽姐，宽姐，穿黑衣服的蛋黄穿这个。对呀，谁演？谁演？不能乱演。张帝大哥是不是也要先来一曲啊？对。哒哒哒哒哒哒哒。嘿，今天我真的是很开心，但是我真的不是张帝。我想你们真的有一点怀疑，我今天是国民党党主席。宋楚瑜先生，你也唱一歌，不要。是他在唱歌，如果你没有开口唱呀，你的镜头统统被他拿过去。好，谢谢他们。很容易啊，是因为你今天船长实在太像卡古爹了。好，三位要带来的是带我们回到小时候来。上课了，小英好期待哦，马上就要选班长了。去年我没有选上，今年我一定要选上。哎呀，你才选一次啊，我都三次啊都没有到了。这一次啊，总该轮到我当班长了吧？你为什么要抹泥巴？这些泥巴都是新生的起点，都是养分，都是荣耀。各位，抱歉，来晚了。希望还来得及。哎呀，张帝大哥啊！张帝，哎呦，我觉得这个梗我翻破开了。今天我真的是很开心，刚刚唱过了那也没有关系，其实我今天来这里呀，是要参加班长的选举，其实我是要来参加班长的选举的。你是谁啊？小猪朱立伦是不是？我是朱立伦，小猪。可是小猪，你不是才刚当风纪股长吗？为什么你可以选班长呢？而且不是小猪要来选吗？怎么会换你呢，小猪？其实小猪朱立伦或是小猪洪秀柱，谁选都一样，因为小猪小柱嘿，满脸泥土失败的美不露，所以是小猪来选。最后选，最后选。但是我告诉你们，当班长没有这么简单，选班长没这么容易。告诉你们，这里呢有一个诚实讲台，只要呢我们在这个讲台上面说任何一句谎话，就会遭受到严厉的惩罚，这样懂了吗，两位帅哥？说谎，说谎，帅哥，懂了，帅哥，说话说话。好，懂了哈，那就由我先开始。第一，小英绝对不是空心菜。第二，最近有隔壁班的同学来我的脸书留言，小英非常欢迎大家来给我批评与指教。再打就小英没有生气，小英不会生气，小英生气了，生气了还打，淡营养哎。小英讲完了，小猪换你，换我。哦，换小猪讲了。如果小猪朱立伦当选班长的话，一定会坐好、坐满，不跳票。哇，小猪好帅哦！小英能不能不要插嘴？小猪对不起。没关系，小猪是不会介意的。很多人怀疑小猪跟小柱是不是不合，其实我们两个不会吵架，我们很要好，他很支持我，对，就是我叫他退学的，怎样，爽了吧？
重点，大家一定要相信我们，大雨过后必有彩虹，大选过后必有繁荣，大根以后绝对会红。出了干我什么事啊？哦，没有，只是生气而已。回去坐好，表还没讲完。坐好。出手莫名其妙，我要继续讲了。嗯，我讲完了。属于，换你说。好，肖棒，集中一下。好，就换楚瑜来说。各位亲爱的同学们，楚瑜，请各位同学们回想一下。当楚瑜在当小老师的时候，全校走透透，倾听所有同学的心声，满足同学们的需求，在同学们还找不到可以信任的班长之前，楚瑜找不到不出来参选的理由，所以请各位同学给楚瑜一次服务大家的机会吧。最后，楚瑜在这里跟大家说，楚瑜爱台湾，楚瑜爱台湾，楚瑜爱台湾。谢谢大家，我们1月16号见。你头会痛吗？好痛，会不会脑震荡？你有认识的脑科吗？去看，好痛。